环保署审查委员今日一人就来个南投市，市地会勘提供所所提拨营造优质环保示范区的计划。基督科学化清新做了计划公布，包含到公共便所以及在地环境、公共空间公园化等八项指标性的工课。听了市长的公布后，环保署的审查委员表示，每年都会补助款一核定来，对当马上进行相关的工课。这个经费下来，如果我们的计划已经都准备好了，所以一核定就马上就可以做，核定以后就可以进行。针对了2000万的补助款，市长在公布中提起，台湾灯会每年都要在南投市来举办，希望环保署会当将这笔经费提早拨款，和公所会当马上进行到相关环境绿化的工课。不过环保署表示，这笔经费是今年争取，明年拨款，所以计划也是在明年度才执行。明年的灯会在中心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希望可以借此呢，因为我们南投县坦白讲，在各方面的一个募款啊，还有一般的这个财政上面，其实比较能力上是比较没有办法像其他县市那么优渥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县政府的都在极力在募款当中。那刚好地点又是在我们中心新村，所以我们很期待。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经费呢，可以来做一个帮忙我们县政府呢，在很多经费上的一个部署上面，可以来帮忙做一些的一个土地一个绿化哈。是明年啊，明年啊，明年，所以大概就。就今年度就他可能要制作到年底才有，制作到明年年底才有，所以他们去年没有。观光局啊，一般灯会都是观光局。对，那观光局这边都差不多了。就是如果说有那可能在今年的公民先可以有一些明年的工作，我们可以先去像一些宣导啊，包括像一些。没有，我们还是明年的钱。核定一定会核定，但是明年的钱。所以环保署表示，这笔经费要在明年度才会拨款，但是职工所也会透过协调，把这笔经费做了细细调整，希望会当配合到明年台湾灯会做了环境绿化的工作。记者陈美婷采访报道。